这个乐团呢非常非常厉害哦，能歌善舞，然后又很会带气氛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这么有舞台魅力。没错，我们要马上赶快把他邀请出来。是谁？让他们听听看这些他们带来的歌曲叫做 Pisco。 有请 Pisco。 Yeah，今年现在不是要跨年了吗？大家好，人好多、哇，看到我们升旗了。我们现在在对一下讯号，大家再等我们一下。然后很开心我们又回来彰化，现在是我们今年第三次来彰化。哎，你们好安静哦，你们太沉默了吧。人超多的耶。对，人这么多却这么安静，超奇怪的。秀水乡的魅力不是这样子吧。哎，往下接啊。现在有点冷哦，如果待会想要玩的话，那边有一面旗子，就中间那边，你们可以去那边找那群人一起玩，他们很疯狂。啊，好像是有。那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，我们是台北下来的乐团，我们叫 Pisco， 很开心，我们今天来彰化跟大家一起跨年，跟大家一起新年 party。是的，因为现在呢，我们 OK， 我们 Pisco 呢，他们正在测试他们的音乐。哎，这一定要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你讲，Sound check， 我跟你讲啊，我回家有做功课，怎么样？我有看他们的影片。哎呦，那个他们的主唱啊，很可爱。他们主唱很可爱，而且他们有一首台语歌非常非常厉害。主唱在哪里？很像日本，很像。主唱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女生很个人小、啊、是女生我就访问了，男生就随便他了、欸、是女生，好吧，像那个就不要理他了、啊、而且他们那女生超可爱的，你来一下。哦、欸、大家好，我们是 Pisco。 Pisco 他超有型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去 YouTube 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女生太屌了。是是是，这样好的啦、Pisco 这样、他们现在正好呢要调整一下乐器，对不对？是，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的团怎么组成的？是，哇，今天超多人了，你们好吗？哎、还有你们的旗帜，哎，你们真的超红的，地下乐团就是这样子，超厉害的。是是，对，我们就是独立经营的地下乐团。是是是，我们没有任何公司的签约。成军多久了？成军7年，然后靠自己站上你们的面前的舞台，太棒了！而且你知道吗，志豪哥，他们的 YouTube 影片点阅率超高，多高？还好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、对我来说，我靠，靠在场所有人帮我们冲一下点阅率，好不好？都比我们的高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比我们两个的高。最近这几年啊，我们的地下乐团渐渐在崭露头角了。是，okay、尤其 Pisco 呢，是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喜爱。是，你知道今天能够站在彰化这么大场的跨年晚会，那是千挑万选的，真的。所以我相信，接着下来他们带来的这一段表演会非常的精彩。是，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 Pisco。耶、大家准备好一起 party 吗？
所有人一起动起来啦 ！Are you ready for party？ 彰化，彰化只有这么一点点声音吗？我再一次，彰化。Are you ready for party？Yeah.
Discount.
水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你们2017很顺利吗？OK， 不是很顺利，那我们就呐喊一声，让他过去好不好？让他更顺。2017，拜拜！拜拜！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声音还蛮大的，还不错。这么远，我都可以听到那个摊贩跟我说拜拜。那我想我们很难得来彰化，对，我们成军7年多，好像也才来第五次吧，所以我们想跟你们拍张照，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好哎，那所有人看起来开心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开心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拍照喽，那我们就面对舞台耶，摄影师请。好的，那所有人准备好，我们拍照喽。然后那我们说2017，然后你们说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2018，好，2018，新年快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有没有人第一次看 Pisco 演出的？好像很多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应该可以再多20000个赞，对不对？请搜寻 P 惊叹号 SCO IG 脸书，谢谢。我们今年发行了一张新的单曲，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跟你们说再见这样子。然后这首歌，对，会唱的一起唱啊。今天我把这首歌送给台下一个女孩，对，很可爱的女孩，她最近戴牙套戴一阵子，对，管她的。我今天要把这首歌送给她，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很大声唱这首歌。好，新年快乐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康老师陪。